开始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嗨，我是 Lena。好，Lena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，前一两集有讲到，我们打球的话就是控制母球第一颗星、第二颗星，那今天就是母球要到第三颗星。好。好，那第三颗星的话，你自己的判断，如果要走到第三颗星的话，母球的打点要在哪里？需要下左塞，那大约在10点钟方向。哇，红梅少女真的是很有慧根哦。好，那这个球有难度啦，第一个准度嘛，那第二个就是你触杆要柔啊。那我们就基本上就碰到第三颗星啊，好。为原则。哇！我本来想说，好像只拿一颗球不对。我本来想要拿三颗球或到五颗球，让你有三次或五次机会。你竟然一次成功对，今天怎么搞的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今天运气比较好。今天运气比较好，不过这个球第一个当然有准度啊，第二个你触杆非常的顺，而且左塞来讲碰到那第一颗星，对他来讲刚好就是顺塞，顺塞也跑得远，而且你这个球触杆非常柔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谢谢熊哥。我们美少女看起来大有可为。所以今天是三颗星的准度加做球算成功。好，那我们就怎么样？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嗨，我是 Lena。如果你喜欢熊哥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关注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